哎，老师啊，所以新使用汉语里的小老姐姐啊，昨天我们在学习新使用汉语，那个新使用汉语有点力了吧？来课文里也拍几句啊。老师嘎，林那个拍没？然后啊，秦宇姐嘎，丁立波拍吧。立波，你来得真早。刚才银行人少，不用排队。林娜，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啊！是吗？我来银行换钱，下午我还要去王府井买东西。今天1英镑换多少人民币？1英镑换11.57人民币。明天我要去上海旅行，得用人民币。什么？明天你要去上海吗？你刚从西安回北京，你真喜欢旅行？在西安玩，玩的好不好？我玩的非常好。OK，我玩的非常好。吃的怎么样？吃的还可以，这次住的不太好。你参观普通话马油。兵马俑，你参观兵马俑了没有？我参观兵马俑了，我还买了很多明信片，你要我那儿去看看吧，你到我那儿去看看那儿吧。去看看吧。好啊。我也很想去西安旅行，你给我介绍介绍吧，看，该你了。小姐，我想用英镑换人民币，这是500英镑。好，给您5785块人民币，请数一数。好的，可以了。来，课文二里有多呀？就是秦玉洁和谭宝珠读一下马大为，力宏读一下林娜，开始。林娜，早，好久不见，您回英国了吗？我没有回英国，我去上海了，昨天。刚回北京。刚才宋华来了，他又问我林娜去哪儿了。我给宋华。我给宋华，宋华写情了写啊，信了。写信了。他怎么不知道？他现在在那儿，在哪儿？在哪儿？他回宿舍了。上海怎么样？听说这2天上海发展得非常快，是不是？是啊，上海很大。也非常漂亮，那儿银行多，商店，商场也多，商场也多，我很喜欢上海，上海东西贵不贵？东西不太贵，上海人做衣服。做的真好，我买了很多很多样，很多件。很多件。上海人喜欢说上海话，他们普通话说得怎么样？他们，
普通话。他们普通话说的。我说的很好。年轻人。那我看。英语。英语。说的很。很流利。流利。你学没学上海话？学了，我会说阿拉乌斗。阿拉乌斗。你说什么？我不懂。这就是上海话的我不猜。我不懂。我不懂。OK， 好，补充生词那段没？第一是什么？美元所以老师说 American dollar 表的美元。好，下一个是欧元所以老师说 Euro 表的 Euro 就是Euro 表的欧元。好，下一个是加元所以跟你的不三个表的加拿大钱加元。好的，下一个第四是亚洲学系第二里来的不能的阿夏那边的阿夏三要里来的第八大爷不能亚洲学系。好的，下一个是汇率汇率弄我表达汇率啊，汇率是多少？汇率能我不老了，不能汇率。好，第六是现金是 cash 股票啊，现金。好的，第七是信用卡是最外国股票的信用卡。好的，下一个是城市好，城市所以谬股票啊，城市。好的，第九是地方所以你要表的地方。好的，下一个是菜所以很牛表的菜。好的，可以了，来了，所以老师拍几家啊，把他妈的外力拍几把哦。张教授去上海。嗯哼，刚才张教授去上海。张教授在北京语言学院工作。他很喜欢旅行。他刚从回北京下海的一个学院请他去上课。这个星期五他去上海了。张教授给那儿的学生像英国文学课。他上课非常好，学生都很喜欢他的课。上海是哦，等一下，可以了。张教授在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张教授搞的北京嘛，心里的语言学院，所以说你把他这个college 嘛，对吧？漏漏的，不呢？语言学院工作，他很喜欢旅行。可以多啦，言在的。他刚从英国回北京，多嘞，苦了点嘛，不呢？英国所以英格兰啊，你回北京我变了吧嘞。上海的一个学院，上海嘛是你的 college 的苦啊的，请他去上课，多一单多的不赚，呸的。这个星期五他去上海了，提到家内嘛都上海过多吧的。张教授给那儿的学生上
英国文学课，张教授讲的，阿里亚张大爷主要不能上英国文学课，英格兰文学所就是撒贝努比亚不能英格兰撒贝努比亚我定比吧的，他课上的非常好，读啊的课上的非常好，但大大严格做吧的，学生都很喜欢他的课，张大爷共同娃的读也单古严古这把来的，很喜欢他的课。来了，所以老师，那个是比较怕吧？上海是大城市，这两年发展的很快。上海的生产很多，生产的东西也非常好。上海人做的衣服很有名。张教授去参观了很多有名的地方。他买了不少衣服，还买了很多明信片。他儿子在上海工作，是中国银行的工作人民。星期六，他请他去吃饭。儿子请他去吃饭。那个餐厅上海菜做得很好，也不太贵。张教授在上海玩得非常好，住得还可以，一个星期过得真快。嗯哼，上海是大城市啊，上海噶的密集吧的，这两年发展的很快。今年你了嘛，不能住着的延绵，对呢，今年白马住着的延绵呢。上海的商场很多，上海嘛商场的延古面的商场，那个 shopping center 的延绵的不能，商场的东西也非常好，商场啊必须的嘞延古高嘛的。上海人做的衣服很有名啊，完了上海啊旅游不能做的衣服，哎你楼道不能沿路那么几里的做的衣服很有名啊。张教授去参观了很多有名的地方，张教授噶的去参观了很多有名的地方，那么就家人家的年就多比如立了吧的，他买了不少衣服啊，读啊的，哎，你的名也会给的，还买了很多明信片啊，您啊，布斯卡的来名也会给的。他儿子在上海工作，杜爷儿子噶不能打理噶上海嘛，露露吧的。他买啊，是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中国银行不能 China Bank 也不能，卢云南嘛的。星期六，儿子请他去吃饭。星期六过年的儿子噶，读他们配剧吧来的，请他去吃饭。那个餐厅的上海菜做的很好，里餐厅啊，不喏上海人啊，吃的盐古高嘛来的，也不太贵，谁来对不起吧？屋嘞，张教授在上海玩的非常啊。张教授在上海玩的非常好，张教授在上海嘛，礼拜二一样刚来的，吃的也很好，啥啦嘞，一样刚来的，住的还可以，你啊啦说，说了么说吧，无人，一个星期过得真快啊，这边个的，片单多了，一样过面嘛，这边说的前面工作了，一样过面的，好的，可以了，来啦，所以老师编排几句没，宝贝个那个军才个编排几吧哦。张教授在北京语言学院工作，他很喜欢旅行，他刚从英国回北京，上海的一个学院请他去上课，这个星期星期五他去上海了，张教授给那儿的学生上英国
文学课，他课上的非常好，学生都很喜欢他的课。嗯，好的，那就拜过汤宝珠啊，拍几包。上海是大城市，这两年发展得很快，上海的商场 很多，商城的东西也非常好。上海人做的衣服很有名，曾教授去参观了很多有名的地方。他买了不少衣服，还买了很多明信片。他儿子在上海工作，是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星期六，儿子请他去吃饭，那个餐厅上海菜做得很好，也不太贵。曾教授在上海玩得非常好，吃得也很好，住得还可以，一个星期过得真快。嗯，好的，来，你好，我帮你拍拍包，张教授。张教授在北京，语言学院，语言学院工作，他很喜欢。嗯，旅行，旅行，他跟从，跟从，英国回北京，英国回北京，上海的一个，学院，请他去上来。请他 去上课。这个星期五他去上海了，程教授就给那儿的学生英国文学课他课上的非常好，学生都很喜欢他的课。嗯哼，好，剩下的请玉姐来读一下吧。上海是大城市，这两年发展的很快，上海的商场很多，商场的东西也非常好，上海人做的衣服很有名啊。张教授去参观了很多有名的地方，他买了不少衣服，还买了很多明信片。他儿子在上海工作，是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星期六，儿子请他去吃饭，那个餐厅上海菜做得很好，也不太贵。张教授在上海玩得非常好，吃得也很好，住得还可以，有一个星期过得真快。嗯哼 ，OK， 好的。好，那个是多少钱啊？拍几包？张教授会说西安话。也会一点上海话，可是他上海话说的不太好。他说现在上海人会说普通话，东话，年轻人东话和英语都说的很有力。在上海我不用说上海话。嗯哼，张教授会说西安话，张教授嘎的西安话表达得的，也会说一点上海话，上海话嘞能能表达吧的，可是他上海话说的不太好，但没读上海话表达对我们刚嘛不嘞。他说现在上海人会说普通话，上海啊，努力啊，不能会那个
会说普通话，普通话标准的加比例的年轻人，普通话和英语都说得很流利。因为你的所言的普通话有英语哦，不能 English 高，不能标准英国 fluent 的。在上海，我不用说上海话，上海马人啊，上海话标准都落吧五的。好的，来编排几把，我们大家一起读。张教授会说西安话。也会一点儿上海话，会一点儿上海话，可是他上海话说的不太好。他说现在上海人会说普通话，年轻人普通话和英语都说得很流利。在上海我不用说上海话。嗯哼 ，OK， 在上海我不用说上海话，可以了。来啦，索音老师，汉语的演多呀？汉语我们到第五册了，对吧？对。第五册。哎。怎么了？我的第五册在哪儿呢？第四 ，OK， 这个是第五吧，应该是。好的，对了，来了，所以老师课本的季节啊，等一下我发课本，那看到一点的是课本，贝贝没，忘记发了。来，老师啊，所以生词的季节啊，一到八先读一下吧。散步。阅览室邮票挂五颜六色气球各种各样点心、散步所以娘米娘米蓝小车道表的他没有目的，如果是有目的了，所以蓝小段玩的时候我们就说走路去。好，散步所在人没火鸟比鸟比穿到表的阅览室所以呢说的萨帕看我表的阅览室萨帕看。好的，下一个是邮票所以这是刚我表的邮票啊，然后是邮所以呢说的萨拉尼巴达的哈里吧，来的所以地方呢说一下的哈里几几吧哦。那马东的库把一下来邮什么邮局所以啥来个表的邮局啥来。好，下一个是邮车所以啥不来高表的邮车。好，下一个是邮费所以不高表的啊，顾老师说 online 你只是一位的所以的啊，不需要邮费没路不啊，邮费所以啥不那个不告比如说邮费。好，下一个是包邮是不告把比的不告你不告比买票把的比如说包邮。好的，然后票呢不得比如标记有没这边是什么门票所以文贵那么的比如说文贵门票。好，比如说新加坡去新加坡玩的话门票很贵，文件里啊一样是寄的门票。好，下一个是车票所以干了吗股票的车票。好，下一个是机票好，机票所以那是如旅行了吗股票的机票旅行了吗。好的，第四是挂水了，是不是汽水它了表的挂在哪里不能被买汽车完了就表的挂。五颜六色你看了是不是颜色所以羊不表的五颜六色说哪样叫羊不表的羊的手里就表的五颜六色。好的，第六是气球啊，气球所以了是不是把嘞不帮我表的气球。好，球所以老师说龙蹦的两边，老师说个把米机有讲，我们就说地球啊，地球所以个把米机。
好，下一个，各种各样啊，各种各样，所以苗苗蓬蓬多的表达各种各样。好的，点心，点心，所以木白的在我表的点心。好的，可以了。哎呀，所以那个是多少只鸡没？第九万的在哪里是比较宝宝？连弯位，绕口令，表扬，向上，节目，精彩，日本，美国，方方，圆圆。联欢会啊，联欢会，所以没说啥我有表的联欢会。好，然后是绕口令，绕口令，所以怎么说 ？Tongue twister 我表达绕口令。好，皮马老师讲绕口令里的酷吉他吧的，就是怎么说？有轻松多绕口令里吧，拍几包？44。44是40，他把了。好，这个是绕口令。好的，第十一是表演。啊，表演，所以老师说电视票比较表的表演。好的，第十二是相声。相声，相声所以哈大的表达，别龙里哈大的，我们就说相声。第十三是节目。节目所以 CC 里表达节目。你喜欢什么节目？好，下一个是精彩，精彩啊，精彩！所以演员个高模内里边啊，很精彩，精彩。好的，下一个是日本，日本，日本，所以日本个表嘞，日本。好，下一个是美国，美国啊，美国，所以 America 个表嘞，美国。好，下一个是芳芳，芳芳，哎，芳芳，哎，老师哦，格里里调元南梅，那调个哟，圆圆，啊，圆圆，呀，圆圆，圆圆也是格里里调元南梅吧？没，好不呢？你们老师说出马他嘛，精彩，那所以别人把里面精彩就是很好的意思，阳刚美的表达。好的，来一到送礼拍几把哦。散步，散步，阅览室，邮票，挂，五颜六色气球，各种各样，点心，联欢会，绕口令，表演，相声，节目，精彩，日本，美国，芳芳，圆圆。不是老师说唐宝珠一个人读，大家一起读来啊，所以除了唐宝珠啊，对比了其他人再读一遍，那就靠爸爸我们散步。老师啊，打飞蜜啦。OK， 来韭菜丽红读一下吧。散步。阅览室。邮票，邮票，挂，五颜六色，气球，各种各样，点心，联欢会，联欢会，绕口令，表扬，相声，节目，节目，精彩，日本，美国，芳芳，圆圆，圆圆。好的，可以了。来，句子里的拍几句啊？刚才干嘛的嘞？新学期的第一天。新学期的第一天，学期是了老师说的 semester 不呢 ？semester 第一，不他妈中的一。新学期的第一天，
好的，太极堡公园里，公园里有的人在散步，有的人在打拳。打拳，有的人在放风筝。嗯，公园里搬家的马，有的人在散步。就路里啊，来小村里家的，有的人在打拳。就路里啊，罗哎，把人地来地出来进里家的，有的人在放风筝。就路里啊，罗放风筝，所以顺路里家吧的。好，就路里，喏。好，下一个。下课了，有的同学去操场，有的同学去厕所，有的同学去，阅览室，下课了，张森马毕业。有的同学去操场，就叫哪里个的操场是说的阿扎姑有多家的。有的同学去厕所，就叫哪里啊，哎哪有多家的。有的同学去阅览室，就这边的啊，阅览室是因的沙发看有多家的。好的，继续往后。小华有很多邮票，有的是中国的。有的是日本的，有的是美国的。嗯哼，小华有很多邮票。小华嘛，这在讲你名字是吧嘞？有的是中国的，就话哈里亚罗 ，China made 吧。有的是日本的，就话哈里亚罗 ，Japan 啊吧。有的是美国的，就话哈里亚罗 ，America 哈里吧嘞。好的，可以了，来别发机器没？把它马上发来给我，谁？警察员拍几把公园里。警察在吗？嗯，好，那就立红读一下吧。公园里有的人坐在。后面讲原来晓得散步。散步，公园里有的人在打。哎，第二行吧，肉里有的人在，打拳，有的人在，你孙论你家嘞放风筝。OK， 那就靠边几吧。公园里的人在散步，公园里的，哎，不是，你别瞎跑。公园里有的人在边边吧。有的人在散步，有的人在打拳，有的人在放风筝。 OK， 好，下一个，来，秦玉姐读一下吧。下课了，有的同学去操场，有的同学去厕所，有的同学去阅览室。嗯，好，下课了，张森马宇是吧 ？OK， 可以，下一个，最后一个哦，糖宝珠拍几包？小华有很多邮票，有的是中国的。有的是日本的，有的是美国的。嗯哼，好的，可以了。来了，所以老师没记吧没？嗯，好，江西马鼻的，这就叫哪里个？阿个咋规模多家的？所以下课了。有的同学去操场。哦，鼻的就叫哪里啊？罗，伊哪有多把的？有的同学去阅览室。嗯，阅览室。小黄马的这个你们家就是吧的。
小花有很多小花有很多邮票。不是哪里啊，有丢哪里吧？有的是中国的。嗯，就哪里啊，有日本哪里吧？有的是日本的。嗯，就哪里啊，美利加哪里吧？所以有的是美国的。嗯哼，有的是美国的。好的，可以了。啊，搬家的嘛来的秀路里啊，你要面家比来像你家的。公园里有的人散步。散步。嗯，秀路里啊，哦，地吧咯。那地图来说你家的，所以。有的人打船。打船。嗯，有的人在打船。啊，这秀路里啊，罗松路你家吧，所以。有的人在放风筝。嗯，有的人在放风筝。好的，可以了。来，继续往后。嗯，石头课文里拍几枚，大家一起读一下。新学学期的第一天。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教室里真漂亮啊！真漂亮啊！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气球，桌子上摆着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点心。同学们正在开年会呢。有的同学唱歌，有的同学跳舞。有的说绕口令，有的表演声音，节目精彩极了，知道他们都是谁吗？唱歌的是小花，跳舞的是小红。说绕口令的是小程，表演声音的是方方和圆圆。表演相声的是方方和圆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你那个张鹏呢把他毛走你吧的。教室里真漂亮啊，啥的样的嘛，颜啦啦呗的。墙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气球，那样嘛，要对松林呢，把那气球里的这家的。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点心，桌子上是微博嘛，把那摆着怎样来说？摆他吧的，拉开他吧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点心，有没有碰碰多？第一点点梦露见他的。同学们正在开联欢会呢，同学里啊的，都里啊，没什么差不多弄呀的。有的同学唱歌，就同学里啊的经理送你的；有的同学跳舞，就同学里啊然后干你家的；有的说绕口令，说完了哈大的。啊，所以绕口令就是 tongue twister， 那困难的就四十，那里不用你家的，有的表演相声，啊，这说的呀，哦，别龙丢上家的，节目精彩极了，谢谢你啊，演搞嘛的，知道他们都是谁吗？哎呀，不对，来说对了的，唱歌的是小华，清楚了，告诉小华吧，跳舞的是小红。干啥了小红嘛，说绕口令的是小强，绕口令表演完了小强嘛的，表演相声的是方方和圆圆，相声咋别弄嘛，别弄咋我就咋干了，方方的圆圆没皮吧的。好的，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今天你们看那一他来没，明天就马达里有没有没，生死里的叫他没，然后课文里有故意他吧，句子的课文里故意他被没了。好。
那大家再见喽。再见，老师。是再见。好的。